林春雨自从大方认爱 Junior 后，小两口时常会在社群平台上放闪情侣间可爱的互动，也让粉丝们觉得逗趣到不行。林春雨日前在社群上晒出喝鸡汤的照片，并暖心写下：“我是个标准心理影响生理的人，但我有个随时会注意我身体状况的韩哥哥。今天一早醒来，觉得自己好像要感冒了，昏昏沉沉的对他说，我好像有一点不舒服。没想到 Junior 竟暖心回：我知道你的补汤，我帮你准备好了。最后林春雨跟大放闪，说到补汤配偷偷藏不住时，我也可以心里默默跟自己说，没有哥哥一号。”我也是有哥哥二号的，这调出 Junior 现身留言区，表示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这样，想办法把对方养胖，就显得自己瘦一点，并搞笑表示这是策略啊。